接下来，该知道怎么做了吧？可是，什么？你儿子的命不想要了？把这个吃了，才能保证一会儿万无一失。把这个吃了，才能保证一会儿万无一失。好，谢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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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我们就不走了。各位，给我们个说法。各位，米是没有问题的。请问这几位兄弟是否还有别的病痛啊？哪有啊？哎，你们是从这儿领的粥吗？听说永平侯为人一向清正，我们可都是冲着侯爷来的，他怎么可能会给我们吃发了霉的米？千真万确，就是吃了徐家的米，我们才开始腹痛的。这些日子，我们压根就没离开过这儿。大家若是不信，不如进里边看看，他们用的到底是不是霉米？大家冷静些，千万不要相信谣言，千万不要相信谣言啊！不要乱啊！夫人，大家不要怕，我们的米是没有问题的，大家放心吃便是。若大家还是不放心，我可以和你们一起食用。你是什么呀？你是什么人啊？对啊，这位就是永平侯夫人。就算你是永平侯夫人又怎么样？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？先医好我爹再说。哎，爹，爹你怎么样？就是吃了你们的霉米。若是你们的米没有问题，可敢让我们看一看？对呀，徐夫人，难道你给我们的粥真的有问题啊？还跟他们废什么话？把这粥棚掀个底朝天，肯定能找出霉米来。对，进去找。大家不要慌乱，不要慌乱，夫人。啊，秦姨娘。怎么样了？没事，一点皮外伤。夫人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大家快，找到了！是不是霉米？大家一看便知。哎呦，哎呦，这都是好米啊！好米啊！是你们看看，是好米啊！这都是好米啊，大家看看，这都是白花花的好米啊，是我们误会了。我就说嘛，徐家人不会做出那种事儿的啊。好米啊，这都是好米啊。这下大伙儿放心了吧？那就排队继续领粥吧。大家排队来。我家形势阴险不可测，不得不防。冬青，你拿着这张地契去找简师傅，简师傅识的人多，看他能不能找一些家里有富余米粮的百姓做交易。我愿意一亩田换一担米，这里头能换20担。可是夫人，这些都是你的嫁妆啊。哎呀，都火烧眉毛了，管不了这么多了，一定要小心行事，千万不要被人察觉。那个放那儿，好，小心点儿。